宝宝，宝宝，包你个头！宝宝，如果你是大羊，可以当你的小绵羊。你一定要站在他前面。对啊，你有指定人是不是？对啊，没有失神。对，我完全没失神，我只要喜欢欣赏都拿得起。那个眼神沙威的刷，难怪是真的是百分之百命中。平常就很喜欢那种。你这一辈子有失手过吗？我没有失手。对，我完全没失手，我只要喜欢欣赏都拿得起。心想事成，对，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，真的是天选之人。而且我都很喜欢那种比较怪的人，然后或是那些比较肮脏，看起来比较劳累、比较憔悴的人。那张立东你应该很喜欢，还姓张的，还不错，对，就是感情世界多肮脏啊。这种肮脏不行，而且我都不会主动去示好，都是我会释放一点点，然后让人家就是勾着勾着释放你的讯息，交集招，你只要分泌一点费洛蒙，我们对，只要看着他一下，就是四目交接，看着他跟他讲话，然后笑笑的，你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他就会恋爱了。啊，我也哇塞，什么东西？好猛，扁他，好猛啊！会啊，会啊。拍过一个企划，就是不带钱包出门三天，从台北开到高雄，然后完全都不用花到钱，就是吃喝住宿都直接换到，还可以赚钱嘞，包米啊，赚又带完啦。我还就是帮他们发文说，哎，可不可以跟你换个宿啊？就感受到台湾的满满的换个宿，对，你就住固定的，对，以后都来这边住。所以我就觉得好厉害。好像就是长得比较漂亮的女生，就是很容易得到帮忙。对，得到帮忙。嗯，对呀。哎，立通还没走红以前呢，路上被拦检啊，警察就开电话。没有，这一定有通缉犯，查他的资料。哎，通缉犯一定有吗？这有鬼，这有鬼。我过两秒，我一直在。现在看看我们这正妹的，林香一秒变女神。哎呦，那个眼，对对对，那个小眼神，杀你！来了来了，那个小眼神，会不会太你那个小眼神？那个小眼神，好丢人哦！我哎呦，哇塞，他那个眼球里面有在散放一些光波哎！哦，天哪，会不会太优雅？哎，他起来有一点小 wave， 有曲线的，对对，好像在跳舞的感觉。来了，咬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这个咬太关键。来了，哎呦，咬了，无辜耶，很无辜。就你们在看我，为什么要看我？哇，这个完全的叫我不有脸。哎呦，哎呦，对，翻白眼还可以翻得那么好看，哇，他这个，哎，真的是好看的。看地上，哇，这个真的差好多，真的怎么会这样？天哪！而且他的脸永远有保持下压 ，OK 哎，太会了啦！哇，那个眼神沙威的刷，难怪是真的是百分之百命中。恭喜大家，毕竟大家都知道我的前男友，我对他就是有点一见钟情。你哦，那一位是他们邀请。对，他们邀请我拍片，然后我第一次就是遇到很好笑、很幽默、然后很呛的人，然后就觉得哇，我太喜欢了吧。然后我就会偷偷用我的一个招式，就是我会一直看着他的眼睛，然后跟他互动，然后一直笑，就像这样。哦，偷偷放电，就笑笑的对他放电。立通，嗨，如果你遇到心仪的对象，你会使用什么样的招式？我跟你讲，心仪的女生哦，其实都。女生如果对男生，其实她不用讲太多话，有时候一个动作就中。懂了，因为男追女隔层山，女追男是隔层纱呀。女生哦，就是你要那个视线，就是要有一点往上看，让男生觉得你在崇拜他，小狗眼。然后重点是吃饭的时候，如果你拿一个随便拿一个，比如说你拿一个汤匙，哦，你在吃饭，有一个汤匙，女生如果在吃饭有没有？你叫他吃饭。你出来吃一吃，然后你要讲的是这样吗？然后他这样咬住含住看着你，哦，就中，不信你这样，你先跟你问他问题，然后他啊，真的啊，我愿做一只汤匙，你就他不用讲话就中了，你像你那个太会了，对啊，他也没干嘛，喜欢赶紧，他真的没干嘛，就中了，喂，中，你在干嘛？
我在看电视啊。你在看电视哦？因为对啊对啊。哦，我现在就是刚录完一个通告，然后等等晚点的通告有 delay， 然后中间有空一个小时，肚子有点饿，你要不要来三立找我吃宵夜、啊？找你吃宵夜？要吗？现在吗？对啊，现在要吗？可以吗？可是我今天外景，我现在在淡水耶。我饿到可以吃掉你了耶！我现在饿掉可以吃掉你。吃掉我？你喜欢吃肉松的？我好紧张。等你啦，等你来啦，等你来。等我几点啊？我心情不太好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偷偷做了一个选择，而你就是我的那个选择。你要跟我借钱哦？不管啦，只要是你来就可以了。我真的，我今天刚好有工作，真的没办法过去啦，真的啦。反正我淡水阿给给你吃，是不是？阿婆铁蛋。好，那是不是林莎约你啊？是不是林莎在约你？是跟林莎在一起？我跟林。对，我跟林莎在约会，是吗？我林莎是吗？我林莎，我很久没跟她约会了，我根本就很久没看到她了。好，就上次路上热门的时候有遇到，很久没遇到她了。那下次再约。好啊，好啊，对啊，下次啊，你工作搞不好等一下就开路了。好，对啊，好，好，没关系。哼，色胚。OK， 拜拜。你居然也在搞掉。好了，他阿虎，他感觉就是哎、欸，也是闲人呢、欸，感觉也是跟药神山有虎，现在是比谁来比较快了啦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要先看他有没有成功。林枪就是一种命令他的那种感觉，你过来啦，过来、啊，这样快点啊，好，工具口吻，好，嗯。哎、欸，赶快啦！Hello， 喂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，赶快来哦！带着你的食物，我肚子超饿，我真的受不了。你要来哪里？就是来这里，三立。我现在肚子很饿啊，收工了，别娘炮，快点！然后等一下顺便可以载我回家吗？啊，在。就是对啊，就是来带我吃宵夜，顺便载我回家，可以吗？真的？那哦。啊，你现在在哪？我现在刚说是吧？没事没事，那个就取消就好，那个不重要，你最重要。哦，林香，水果一箱，我爱林香。好，赶快来。好，到点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送品。哎，我们结束了。跟他讲的话每次都很烦，因为他都会没来由的，他都不讲什么原因，就这样先来，然后我们又没有约，然后你叫我先来要来哪里都不讲，那你还是来了吗？因为总是会碰到一次，就是看哪一次可以碰到一次比较是不蠢的那种。但是有没有考虑说林枪会约你吗？再不济也不可能约到阿虎去啊。对，不是还是会的，如果真的没有人的话，还是会挑到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来，林枪也把人家约来讲两句吧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真的去吃宵夜。我啊，可以吃。也真的有录影的。耀成想跟林香去吃。阿虎要不要一起？你是跟谁吃宵夜？他想问林香。那就老妹，你们还是有任务交给你，你们待会儿就洗洗睡吧。What's this？你东西倒掉了是吗？辟邪用的，辟邪用的。好 ，OK。辟邪。哇！哇！哇！好 over！ 的辟邪好可爱。over。我等不下来，不好意思了。我是工作，我是为了工作。现在我呢要把林香叫起床的方法就是用仙歌的那个的，仙歌叫床好，这不是，这个是抽水咖啡杯，放正。OK， 老师，3、2、1。我的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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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
不及。哎，起床了，孩子是和司机要来给你唱你播，要比你抱起楼，我今天白买一百块，我立刻打你婆。我叫你几句，想要把你摇。跟你说，你这个烦，就是好饿啊，好讨厌，好讨厌。没有起床了。起床了，刚刚那美丽动听的声音还没办法让你起床吗？你真的拒绝沟通吗？喂 ，Hello， 拒绝沟通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有办法的。朋友来，朋友来，朋友来，直接把他绑回去，直接把他绑回去，来把狗滚回去。好，接下来我把他送过去，你们要抓住他。来，一二三，嗨，哎，小心，等一下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快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，一二三，嗨嗨嗨。快坐好，压好，快点！邻居看到这一幕会报警吧？OK， 很好。请问一下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干嘛？我们现在干嘛？我们现在去录影。等一下，认真录影。没事没事 ，OK， 这样最好看，没关系，不穿更好看 ，OK。等一下，好了，拜拜。好了，事实证明，突袭把人家带走是一个来劲的方式。这个方式推荐给你。来一件，第二现场，来，车子马上要进来了，还在面团里面，他还是一个蛹啊！你们有你们有，我们家是两箱。林香，林香已经抵达现场了。好放脚，好再放头，终于落地。对，好，一二三，哇！哎呦，哎呀，香妹你好，哇，他是被扔出来的。口罩，哎，看口罩，来，黄，哇，检查有没有化妆，没有化妆，这一看就没化妆。哎呦，厉害的，好厉害，我还是觉得很惊讶。你怎么从家里被这样扛出来？你好像蛮 enjoy 这样。就还蛮有趣的，蛮有趣，没有被评价过。哦，厉害厉害！刚刚美丽私底下好像有一些怎么了？我想说跟照片上面，我觉得有差那么一点点。哪有啊？有比对一下。哎，他笑起来好像又没有。哎，那就是你没笑的关系。哈哈哈很来劲，笑了就很来劲，笑了就无敌。有没有看到？你睡觉一定要把腋下抬高。对，我睡觉不能躺枕头，我一躺枕头就会睡不好，就会觉得很僵，很平。睡，我一定要这样子睡，好看，有点凹弯这样。哦，这样子就可以秒入睡，真的。对，只要把手两只举起来。像这样子就可以很快就入睡。这个你起床的时候手不会抽筋吗？不会，这样超好睡的。因为等于你一边睡一边拉筋嘛，很伸懒腰。露露，看这种伸展，你会很气吗？我会替你很气。我有内衣代言了，可以买你那种内衣吗？他穿我的穿起来会更薄哦，会更好看。准备给他第几位？我觉得第二名是可以的，第二名是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你不会想看。艾荣到第二名，然后让他坐下来，林香坐下来收局。哎呦，然后睡着。哎呦，这个提议很好，是不是？这个提议果然是姐姐。那是那只能先坐第一了。先坐第一，好。为了观众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了。小心啊，小心。为了观众啊，小心。哦，这个提议好，你这个提议是不是？还是挺厉害。那你就先第一名，先坐一下，睡姿展现一下。哇哦哦哦！哎呦，天哪，这样好难录影。眼神还给我娇媚，姐妹，神威。还是我有个提议，哎，怎么样？我们就录到这两位就好。三人，单身半年。哎呦 ，Flash， 打开看看看，请看。二三，这位，哇，太。哎呦，哇塞！而且这个是什么？很小，能穿这种真理裤的身材一定要很屌。对，真理穿上去之后，哎，真的，而且太好看，真的是真想理原味的。喂，不要在这边闻了，你不能这样，要这样。好，背面可以看一下。原味觉醒吗？是。首先让我们欢迎错，第一位林香出场。
宝宝，包你个头！宝宝，如果你是大人，我可以当你的小绵羊。你一定要站在他前面。对啊，你要指定人是不是？对啊。指定球，指定带，好，赶快回去做。为宝宝，为好，因为这，林香是在第几号？真理库嘛，真理库啊，真理库是第二号，第二名，排名第二 ，Number Two， 对，不错了，错。那为什么会带这个真理库来呢？因为我就是有在健身，所以屁股蛮翘，所以看起来很好看，翘。在孙生的面前表演这个，想要以死明志。对，瑜伽。我觉得已经完美又担心呐，我觉得很完美表演，因为他以前完美又担心，完美担心他受伤，因为他肢体比较不好，可是他可能特别为了今天，他练了这个东西，他肢体练的还不错了，对，所以有吓到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震惊到了，表现得很好了，这边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在讲孙生前女友比较困扰，还是黄杰比较困扰？其实我都不困扰哎，我不知道什么粉丝都觉得说，哎，大家不要再这样讲，但我真的觉得还好，因为孙生前女友是事实嘛，黄杰后我真的觉得没差哎，因为他也有粉丝啊，就是因为被叫黄杰之后人气比较高，而且黄杰也是漂亮的，对啊，他是高雄艺人，所以你两个都没有很困扰，我真的都不困扰，只是粉丝都很生气，说不要再叫林湘这个了。其实我内心真的不会觉得很生气，或是感到任何困扰。哎，那他其实蛮随和的哎，你是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处女座就是比较认，他会很认真。然后会很像纠察队长，我是认真磨人，就是我很容易顺着来念，对，很爱碎念，因为可是我不念不认识的人啊，他只念他身边的爱人。我想焦凡凡也是处女座，焦凡凡真的也是很爱念，对吧？就是、我跟焦凡凡个性真的有一点像，有点像，但是他们是为了你好，对，我们真的是为了你好的那种念。当初怎么会想要来参加啦啦队呢？哎，其实我最小时候的一个梦想是想当悠悠台姐姐。你不觉得跟啦啦队有点像？我也是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因为我很喜欢小朋友，我也很喜欢小朋友，而且我喜欢跳舞，而且唱那些蓬蓬裙，然后很欢乐，很开心，然后舞蹈很简单。棒球啦啦队好像等级很高，然后后来我开始累积一点人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。哎，我是不是可以尝试看看？然后我就跟我经纪人说，他就刚好说他认识 Stanley， 就是我们的经纪人，得知说你们有那个海选活动，对，然后我就去参加了。我也是因为这个，然后很认真准备表演，然后被选的，所以也不是什么内定，因为网络上很喜欢说林湘是人气高啊，被内定。我跟你讲，她是真的很认真的一个女孩，像她每次去练舞的时候，她都是会提早，然后可能去练习啊，然后什么的。酸民，酸民。不要在那边一直这样念的，拜托。哎呦，这头有跳到，阿星震荡。很可以耶。
厉害的。有整齐吗？有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左右边偷瞄，我们要看着前面，然后用余光偷瞄。你身材这么好，在跳运的时候，胸前会不会感受到强烈的地心引力呢？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发育，而且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运动跑步类型的东西，我是田径队的。我可以问一下你的三围吗？32、1、23、34。我已经用了蹦迪三倍后，还是没有他这么大。大家都说他是假的，我现在来亲自验证。天哪，很软哎！到底谁说你是假的？来，我听，就是网友们，网络上一堆还说什么他是专业医美人员，绝对是假的。我真的还考虑说我要不要去拍 X 光片来出来验证一下。什么歌？就是这首。哦，还到，还到。哎，因为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只是一个学生妹而已。后来你是怎么转型变成这么火辣？家里的人其实都很开明，所以他们从小都没有教我说什么很保守还是干嘛的一些行为，所以我爸妈就不怎么在管我的，而且我妈还会说，哎，你身材那么好，去拍一点那种内衣行路啦。哦，你妈反而支持你，就她觉得我身材好到说你去拍一些内衣行路，那内衣会卖得很好什么什么的。我们家就完全没有避讳，就是露身材，而且我以前就是也是穿着小背心，就是走来走去。我不是因为矮露，我只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这叫露。哦、对，所以他一开始不知道他自己身材这么好，是别人说，哎、欸，林湘你身材好好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身材这么好，对，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是身材好的那一区，真的哎，好难过，而且他一定是没有听过我歌声，我完全不行，真的，你可以说什么？要爱爱要爱爱，哥哥我要你的爱，要爱爱要爱爱，请你千万别离开。哎，蛮可爱的、啊，是不是你刚刚很想听的那一首？听过。这首歌到底多红啊？超红的、啊，在抖内圈很红。抖内圈。抖内神曲。我要去练那个歌，叫做要爱爱。要爱爱，各位干爹们，赶快，我要爱爱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好，请问香一开始进球场的时候有遇过酸民吗？通常遇到酸民的时候，你都要怎么排解？欸，其实我刚加入啦啦队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有那么多人讨厌我，因为我上次靠背清楚，你知道一排坐下来全部在讲我，我吓傻了。我那阵子我每天都在哭，我每天都跟我家人说怎么办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我，就是他们真是骂很凶。那你怎么排解的？我就是一直哭完之后又继续努力练习，又哭完又继续努力练习，自己排解。而且我也不会上网去讨拍，而且我也不会跟朋友就是讲我难过，我只能自己在家里。哎，处女座是不是都闷在心里啊？对，讨厌你的是男生女生吗？我觉得都有。哎，其实也有很多男生讨厌我，还是因为你跟孙生在一起过，所以讨厌你。哎，那都靠腰嘞，我的林湘怎么会跟孙生在一起啊？大家都知道 D 卡上面有很多正反两方的一个意见，然后你比较少去正面回答。所以我今天想要来问你，你愿意回答这些网友们吗？我可以啊。那因为我今天不是准备题目，我就直接打开 D 卡，然后打上你的名字，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好。Okay, okay. 男生爱看女生穿搭 YouTube 分享。哦，第三个就是林湘。林湘自从加入乐天女孩 ，IG 粉丝直线上升，现在快追上圈圈了。想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圈圈还是林湘？你对于这个网友的回应是怎么样的？圈圈我也很喜欢，我超爱他的，我是他的粉丝。跟你们啦啦队每个女生，我在我还没加入之前，我就有在关注啦啦队。下一个，第一次知道林湘，妈呀，她也太辣了吧！里面全部都是林湘身材好的影片跟照片，看她的现实动态，觉得人蛮可爱的，不会做作讨厌的那种类型。身为女生，也觉得很喜欢她耶，而且好羡慕她的身材哦。不知道有没有女生跟我一样，会想要买她的写真来收藏？所以你也是有很多女粉的。就好像是最近加入啦啦队之后开始有，可能形象开始变得比较健康之后吧。而且很多女生就是我加入啦啦队之后开始就是说，哎，林湘你真的很努力耶，你真的是我的目标。进场维修，孙生用过的都说赞，你看到是觉得好笑又生气，很无奈。就是他们真的是，我只要有关我的东西，下面一定会有这个留言。更劲爆的，以前的绰号叫做瑞希，瑞希的写真呢或是外拍就可以看到之前还没整形的照片，觉得以前跟现在长相真的变化蛮大，很励志。对，我认识他的时候是长这样子，就是兔宝宝牙，很可爱。对，所以牙齿很重要，牙齿很重要。我这边奉劝各位想要变漂亮，整牙是
必备的啊。如果你有多余的钱，就是可以做再做一些 something。我们在目前嘛，对，所以就是要保持完美的身材啊，然后也要保持青春美丽啊。其实当女生真的很辛苦，我也会去啊，那个什么埋线啊、漏毒啊、瘦小脸啊，其实这些我们是没有在避讳的啦。其实我真的不会觉得我很讨厌我以前的照片还怎么样，就是因为以前的我也是我啊，我完全也没有删掉以前的照片在我的 IG 上面。以前的我也接受，现在我当然是变得更好更有自信，我也更喜欢啊。下面反而是有很多支持你的，本来也是没鼻梁的人，但是戴了它后真的明显鼻子会挺起来了。我朋友戴完牙套下巴也会变尖，我之前也有戴过牙套，我在高中的时候。有些时候就是因为公司关系，你不能就是大辣辣的宣传一些有的没的。哎，我看到一个超北蓝的希望学院量子课程，这完全关你什么事情啊？他放你的照片干嘛？他在问他自己的事情，然后只是后来附个图说，哦，林香好赞。所以其实林香的心态是很健康的哎。我只会生气不是事实的东西。但你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，那有没有真的有一件事情让你很难过啊，或是很沮丧啊？其实我觉得很沮丧，都是可能大家会说林香根本就是靠身材啊，不用努力，否定我的努力。我真的还蛮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上面，很用心，想要做到最好，就只能一直证明，想办法进修自己，然后想办法证明自己，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，让他们就是发现你真的有在进步，有在进步。对，因为香是真的很认真，好不好？大家多给香一点机会。已经在心流上面帮你找到一个男生了。他马上就会到现场了，他是算就是这样子，蛮推荐用的。我在上面呢已经找到面的真实一个会员，应该要那个很久。好，你要不要展现你的才艺给他看？什么才艺？你不是很会跳舞？Let's go， 大家，这个是大木八六，是靠中药汤，还有运动和睡觉。对，所以多睡觉很重要。未来有什么梦想？当健身房教练。你现在已经是啦，实习而已。你已经在你梦想的道路上。那大木是喜欢高的女生，今天来的女生170。那大木用 single 多久？没有很久，我是看到你的那个配对，然后我就下载。那你使用起来感觉？交友广泛，然后是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女生，然后蛮好聊的。人很多，会员很多了。你用 single 有没有一个礼拜？有超过。好，那我们来见面。哇，这不是超高大的交叉，你们差了一颗头。我右手边送我们的香香 Mizuki， 那目前是模特。那在我左手边呢，送我们的大木博士。他目前全职是健身房实习教练嘛？那我现在数到三，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。准备好了没？一二三。握手握手，他是大木博士。你好，大木博士是那个神奇宝贝里面的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只知道那个正电拍拍。你不够中二。正电拍拍是什么？比赛不够中二。我不够中二。有够高吗？他喜欢高的女生，很高很高。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？啊，你喜欢吃什么？不挑食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铁板烧。铁板烧。大埔铁板烧。大埔鸡腿加。这婚庆有一家哦，那你也喜欢吗？就是都不挑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有空一起吃，大补很好吃，而且 CP 值很高。对， CP 值很高，有家里的味道，很好。你是什么星座？天秤。那你是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这个月生日，前天生日，大前天。怎么样？生日快乐。谢谢。耶耶耶。那你住哪里啊？我住台中，是上来读书这边的事情。哦，所以现在都在台北哦。对，在国巨的。哦，健身房。等一下有空填资料。啊，不是。参观。哦。如果你有空，你有在。他要去健身。他要去他的健身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总有一天合约会到的。哎呀，到了就看你的诚意，要不要换家？这样也很好啊。未来想干嘛？当健身房教练。真的。对。你现在看起来很薄哎。对，很薄的。每天努力都在吃，都在动，好，多吃一点呐。你看起来不薄哎。对啊，我该有的都有。有，多吃铁板烧就可以这样。可以可以，那你们要交换一下联络资料 ，IG 或者什么都可以。你的账号是？好，我已经追踪他了。
好来，闭动，一八六直闭。啊！十秒，十秒，看眼睛，看眼睛。你干嘛？我看一下他的眼睛。十秒，准备好了没？来，一个十。恋爱的感觉啦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要来打分数，你先给好了，走。好，怎么样？整体看完，蛮大方，个性蛮好，蛮不错。请打分吗？现在是，现在先 give me five。哦，我看不懂他一直这样子什么意思。满分是十分，你会给他几分？8.5分。哦，蛮好的，蛮好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因为他讲话感觉有点活在自己世界，很好，好玩，好玩的感觉。对，能逗乐。对对，要换健身房的时候会不会联络他？会啊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我去问他。只有第一印象来讲的话，你会给他几分？1到10分。9.5。很高哎，为什么会给9.5了？身高过高啊，然后也有在健身，因为我喜欢会运动女生。很棒，太好了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他给的好高哦，9.5。真的？真的。怎么没给我10分？不要啦，已经很高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来说一个很简单的问：爱的 give me five， 你会不会？我教你，我教你，这样子。爱的 give me five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拍张照，拍张照，拍张照。哇塞！这干什么？不行。啊？不是。这个是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下面那个是毛毛还是什么？刺青吧。刺青啊，刺青。你这刺青是很累，对呀、啊，不是，哎，它纽扣刚好停在那个刺特别久，就是会觉得哎、欸，怎么会发光那里？嗯嗯，你们为什么不看？啊，不太不太好意思。哎，他们太害羞了，太刺激了。你看，好好要要，你们也是人呐，连手。对呀，哎，钱不要拿，不要钱，没钱呐，不用那么金呐。没了，你们也会购买。我会。继续，快看，继续我，会，那没办法，现在来，强迫每个人出来摸，摸丰田，不要肌肉啊！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，来欢迎，哇，欢迎林香，林香，林香 ，Hello， 这个给谢谢林香丽，林香丽你好，林香丽，林香你出来闹事的林香，你看2021你到底想干嘛？这个对啊，哇哇哇哇！不行不行不行，再看我这这个会星座，处女座，处女座，哎呦，处女座的哦，哇，太棒太棒，星座呢？对，处女座都很要求自己啊，才会拍出这么好的作品。哦 ，OK OK， 来，我们先看看他的拍摄花絮。嗯，为什么夏娃太厉害了？我是亚当，好久不见，你好，对，震撼了这个作品，他就是那只毒蛇，拿禁果给我们看，感觉跟你比起来，苹果好小。没有苹果要选大一点，没有，它本来就是小苹果，日本的那种小苹果，我以为金色的青色，对，哦，你这是性感有很多种哦，是不同种类的性感。所以你的这个年龄风格是怎么样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。就是这次是走比较时尚一点的，就是都在棚内拍，因为我去年那本是在外拍。嗯，我棚拍苹果棒啊，苹果棒，很澎湃的一个年龄。那你自己个人最喜欢几月？我最喜欢哎，可以叫来、哦、好。我最喜欢的是9月。九月，我们生日那个月嘛。对，就是我。这个哦，这个哇，这个种苹果的，我们家都很开心哎。果然果然，可以这样子用。为什么最喜欢这个嘞？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红色的人。红色的，对，我就是一个自己觉得看起来像是红色的人。是红色人，红色的，自己是个黄色的人。对，然后我就诠释这个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诠释的很好，就眼神啊，然后
动作都很到位，对位了，对。啊呦，很少人知道自己的颜色。对，请问一下，梁汉群应该是灰色的。那是我的颜色。颜色。OK， 那就思想呢？你思想现在有稍微有点阳光一点的，很阳光，也是红色的。哦，是是是。你是吐血的颜色，有点脑溢血。那你这一次拍这个年历啊，你有很多突破是不是？对，你会觉得自己很赤裸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本年历呢，就是摄影师要求就是不要戴隐形眼镜。啊哦，这是对来讲，谁会注意到你有没有戴隐形眼镜呢？就是眼神，因为我自己习惯戴放大片。你现在有戴吗？有吧？我现在有戴，真的有差，就是。他的眼睛会稍微空灵一点，小一点，对，空灵一点，空灵一点，空灵一点，小一个小眼睛，哦，不用小鼻子小眼睛，空灵一点。那你本来是没有要出这个年历，继续问，继续问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本来到11、12月的时候已经想说，算了，这个月就 pass 好了。但实在太多粉丝敲完说，拜托你出年历，因为我本来是想要出写真，但是因为写真被延后，就想说那就让大家买写真好了。但是大家就敲完说，拜托一定要出桌历。你的粉丝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粉丝。各位粉丝。这里有一本他写的康哥的，我愿意高价出手。高价怎么高？这样也要赚？哇，这个值得买，厉害耶！但这一张就是说，你那个下面是一个刺青嘛？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你刺的是扫把吗？还是？我刺的是蓝色玫瑰花。玫瑰啊？哦，你刺这个蓝色玫瑰的时候啊，那个刺青是手很酸。没有啦，拨开，是我自己这样子，啊，这样把它提起来。我们来看那一段比起来，对嘛？你应该放这一段嘛。哦，那个到时候在哪里买的？到时候呢？哦，现在在那，就是在我的 IG 一样，就是在 IG 我有连接，连接在我的主页上面。哦，对，期待了，也期待你接下来。听说就是会出写真集嘛？对，对啊。如果说你们想高价购买的话，我的 IG 有连结。很想卖，想卖啊！开玩笑啊，太棒了，来，贴起来，厉害厉害，贴起来。刚闻到我这个味道，这个叫做你的味道，这是我的味道，哦，你的味道，你的味道，完了吗？那就闻你就好了嘛，那喷干嘛呢？所以我等一下让你们，就要跟你们介绍，我封称它为拥抱过后的余温。拥抱。竞标，等一下要让你们知道，体验看看什么是拥抱过后的余温。来，对，来，底标500，请出价1500。哎呀，我有多少？我有多少？借我钱呐！啊，2500，你为什么不借我他2500？你都喊掉了啦！你把1500借我，那你喊掉啦！3000，5000，哎，5000，5000，5000，得标 ，yes， 来，张立东。好了，他刚开始怂恿我标第一标嘞，还有第二标哎，明白啦，真的，明白啦，不好意思，骂人，是要喝的，不是啦，好，那怎么样试？来来，你们两个体验一下，特别的试香味的那个，我要把你当客人吗？还是你想闻我？你把我当家人是更好的，好，要脸的东西，还是想用闻我的方式？哦哦，啊！还没有，哦，可以了，那不要了，你们是不是公狗是不是？好香哦，它整个就是费洛蒙，然后整个是，对，哇塞，好，帮你喷，好，哇，拥抱后的余温嘛，有那种感觉，哎呦那个余温都有，差点直接擦。会有那种恋爱的，那个淡水跟咸水那种，哇，来交汇处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会这样帮客人这样，介绍一下，哎呦，touch，这边你可以一路这样上来没关系，哎，所以5000块都没有太多的干扰就对了。对不对？谁叫你不去吃5000？那我留这1500，是我的味道，啊，可以喷小罐的给我吗？对啊。1500喷小罐的好不好？这也可以这样，如果男生喷，
女生也会想闻。对，就是、很性感，中性的味道。要不要闻我的味道？是这样。拍卖官要说一句公道话，怎么样？你刚这样不敬，没有是这样有点你要浪漫的观众看到，你刚把它整个污起来干什么？对啊，来来这样这样的。请问一下要怎么样吃饭？就是这样嘛，这样子味道嘛，你想要知道我的味道嘛，然后就这样，这样，好香啊！你也蛮贼哦，你还顺势这样看下去？我没有啊，你有喵？没有，没有。真的必须要讲，他真的是录影之前跟我们讲，哎，你们选一二三，我要选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对，他刚没有啦，真的没有，超级贱。对，沙丁鲁后面没有什么，后面没有什么。我个人对香水是比较挑剔的。哦，你们不懂香水啊？那什么叫不懂香水？那如果在，就是你去买香水，他这样的介绍给你吗？请问你会购买？我可能会把他的专利买下来。好舒服，你们要不要也来泡一下？不好意思，跟你们在同一个水域。你想自己来泡？对对对，就是没有想要跟女生泡。直接被拒绝。哎、欸，外面超多蒲公英哎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而且外面还有一个泳池哦、喔。然后你们这边可以泡完，可以去外面泡一下。有点冷。是啊，几岁的？我24岁。看你们那么爽，好不爽。欢迎你啊，要不要跳下来？欢迎你。我现在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会更不爽。嗯，女孩们，哇，泡温泉看风景。你现在看出来，明就是几个臭男生，都被几个臭男生给挡住了。分享一下今天的旅程啊！今天旅程真的是有个废，我真的不好意思说，我真的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哎，会不会太幸福？那我好看吗？你怎么会说这种水话？我不允许你说这种。小丁，你说一句。怎么可能不好看？有吗？这个密码的角度如何？有啦，最好的是在那边，因为他抢走。怪他了。其实好像更适合来露天这种，然后就可以喝杯清酒，好像蛮不错的。但太冷。太冷。除非你先下去。我干嘛下去？观众有想看到吗？他们想看到 Sam 爆仓的样子。哇，来啦！让你各位久等了，我来了。哦，冷哦！啊，我快冷死了！暖了吧？欸、好暖。我有一个很失礼的问题，好，我可以摸一下你的流量密码吗？摸了之后，他就会黄标。那我先不推出去了。不是，这个剪辑是就会黄标。我没有，只是想要，就是来知道那个触感。来吧，我摸了，我摸了。哦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从来没有怀疑过。那你很棒，好荒谬啊！那你很棒，你再继续考啦，我要出去了。哦，如果我这集因为林湘而受伤，那下不要再发我跟林湘同时。好，我们2分钟计时开始。哎呦，摸胸部会不会是比摸胸部？哦，是哦 ，OK， 是结婚会被黄标。好软哦！你好过分！天哪！哎、欸，你会不会就是恋爱了耶？他让我赢了！哎、欸，我吓到哎、欸！我很吓到，他还配什么？我直接怎么吃？不是，我吃很大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啊，啊你就突然玩游戏这样，谁害谁受伤还不知道呢？哎呀，你现在又乱推！怎么样？感受怎么样？蛮舒服的，可是我没有正面，我刚好这样。你坐下巴，对，有点那个方向不太对。搞不好自己就比没倒。等一下，我发现就是你这里有我的粉跟口红。你知道这一集我比较吃亏，怎么说？因为你比我高，怂。
我比较小只，然后所以可是你体重比我重啊，很重应该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哎，这游戏好让我好累。我们这一关结束。好，掌声已经放开二手刀了。Yeah!
你要射你啦！没有礼遇啦！你射射，你就收视率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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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